你觉得今天你们跟你们的应该算是大哥哥了吧？你们有信心赢他们吗？我觉得我们挺有信心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根本不管对手是谁，强或弱，干就完了就行了。可能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说认输这两个字吧。反正也不怕谁，就打吧。让我们拭目以待你们的比赛吧。来看一看最强高中生们对抗成都体院。好，高中生球员，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临场的发挥。高崇文上来之后，一个体前变向再传球，董浩漂亮，董浩。好，比赛继续，贾世江球变向突破，漂亮，高打板。陈金凯漂亮的转身，高中生挺厉害的，不愧是最强高中生啊。高崇伦，高崇伦，很巧，而且呢，勇于去对抗，好球！江雄，防得不错啊！对，我俊波老弟可以啊！滑滑滑！高崇伦，董浩，pushing foul， 身体力量太好了，哇！哎，掩护掩护，快坐，金凯，往撤点，撤点，加速。转身，很强的对抗啊！熊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熊。第一脚的三分球，二次进攻没有，还是篮板拿到，程新凯。董浩，哦 ，lucky shot！ 加油！贾江雄，张静波。来自贾世江雄的妙传，张静波外线三分球，高手啊，扎实，哇，很焦灼呀，扎实，高手啊，两个后卫也太猛了，董浩犯规 ，two shots， 哦。CUBA 现在落后两分，成都体院。哦哦哦！哦，但是进球有效，三分球打球，都进的太早了，董浩，好准啊！他进了仨了。程新凯。高崇伦三分球，不愧是在美国的高中生，他的本校历史第四位1000分的球员啊！篮板，董浩，高崇伦，再来一个！最强高中生不是白叫的，啊，高中生要赢了呀，看这个气势了。更强的对手我就会打得更好，因为我就更认真的打。三分球，篮板，篮板球，好，高中生的球，张静波最后碰出底线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
号打板没有能够命中。哦，非常努力的救球。别急，加油！来，我们给双方的运动员来个掌声。来吧。加时将雄再加速，漂亮，很硬，打得很硬。第一步生吃向我们展现了很高的强度，不能放了啊。董浩，董浩给你啊。哎，往出给呀！哎，什么？我感觉这俩点挺准的，就早点传出去能投一个。所以他们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老是觉得靠个人能力去得分才是表现，对，你懂吧？去。非常好，陈金凯压一压节奏，没有，很有经验啊！哎，最后一秒的出手，篮板球没有沾筐，14秒进攻为例。来，我们全场再一次一起为双方加油！一二，加油 ！Nice cut。出界3秒钟 ，We have a tie game. We'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some buzzer beater. 要绝杀了 ！CUBA 的球员能不能完成压哨绝杀？3秒 ，3 seconds. 2，1。